我们上次住在这边什么时候？好像很久了。圣诞节的时候吧，小少刚来的时候。嗯。不喜欢男人，总有些人会离开。尽管是相爱的两个人，最后还是会输给世俗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我想要做音乐家。
那个，我爸跟我妈，反正我妈说要我下个月搬到他那边去住。怕了。不过，可能会觉得有点孤独了。恭喜你，今天什么好日子啊？干杯！